南投县议会5月19日召开第17届第9次的定期会议，本期将针对县政的发展及县内各项的公共事务进行审议与质询，为监督不同的施政项目，因此议员们组成四个审查会，以提升问政品质。本集带来第三审查会问政摘要。好，我们今天的会议现在开始。公共工程必须具备公益性质，但本县许多建设却遭到县政府认定不具公益性，拒绝施工，除了造成民众不便，更威胁生命财产。议长何胜峰对此深表不满。对条什么叫做公益性，什么叫做不公益性？你这么含啊，那乱来不干，顺流巷道，你控制那泼油，这条路你控制100米有二十个地主。叫二十个地主拢写同意书才要空，只有道路呢，不是要开起来新路呢，是县政府一边的问题啊，公所一边的问题。针对这個，我跟咱建议看嘛，连伊也建议看嘛，咱内部建议看需要后礼拜有需要，看排时何工啊，我跟内部是啊，拢请伊过来，哦，请伊过来了解看嘛，一条一条来了解。啊，无要紧，哦，处长的意思也讲啊，就是在讲啊，伊认为就是爱公益性。甚至什么叫公益性？一个庙的庙埕，规路大路空油甲庙的庙埕，迄庙埕是早暗的增加所在，拢人咧行，这嘛无公益性。什么叫做公益性？有影无法在相处的，甲恁啊，大家咱府会大家应该，拢应该是大家和谐为南投官民咧服务的，哎呀，卖安尼拿着鸡毛当令箭，你讲正是讲的。三合院入去，你控三合院内面迄条影就白晒，对啊。你只要路只要有两间厝咧行，就公的啊，啥那啥啥那白晒，对啊。路只要有两个两户咧行，算公的啊，行那白晒。山人的山，山的厝边啊，扑砍崩伊，崩山崩落，叫恁做，迄嘛唔是，迄也做公益性啊，迄也无公益性啊。啊，落去规个路户，规个山拢崩落，厝拢压掉伊。来甲恁，来甲恁寻求补偿，啊，迄只做公益性的。咱庄志顺，庄志顺，咱代理馆长啦，再来看伊安怎用啦。规个南投馆长怎啊是安怎？有影拢无政府啊？议员廖志成也对公益性的定义表达质疑，他指出工程会刊次数众多，实际执行率却不理想。若情况再不改善，将会删减公务处的明年预算。啥叫做公益性？是恁一站的在管公益性啊？呢，啊是爱甲所有资料调调出来看，来比较看卖啥叫做公益性。所以讲将心比心，我希望讲吼，咱所有公务处、水利科、道路养护科、土木科，包括咱这个农业处、咱山坡地管理科，啊甲水保科拢同款，啥叫做公益性？这个认定是从头二条讲了正对啊，一条路。有几个人行，迄有公益性；空一个庙埕，迄庙是众人在行的，不具公益性。本府欠难同意，啊，就拢莫做落啊！即摆已经误会咯。咱的水利科、甲道路养护科，竟然连一件都没有发包，这执行力足差的。一个干会勘，会勘拢无做，干脆我看哦。每年的预算吼，拢甲下下条拢卖做啊。议员蔡宜柱认为工程公益性认定太过严苛，他指出议员建议的工程都是民众迫切需求，县府既然服务欠佳，议会也会严加审查明年的预算。代理馆长这个率领的这个团队，哦，非常的严呢。拄啊，咱廖议员嘛讲，但针对讲，阮所建议的、平整的，不管是农路，还是讲。爱做吼栏杆的，阮所建议的这个个案，恁拢听我甲调出来看，那有迄啥物不具公益性的？民众需要两个人以上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农民啊百姓，我比较请教吼，我即阵啊拄到一个服务几啊件服务案件，我请教咱的养护科吼，咱的科长吼，先班的甲我讲吼。这不具公益性，是因为高层呐，吼，高层吼所批议员真歹势，我嘛足想要甲农民斗相共啊！我要建议吼，
咱的议长甲拜托咱所有的议员吼，不管是预算啊、决算，拢共款吼。即摆县政府的高层认为讲，咱呐所有的议员只要来服务案件，就爱去甲因高层吼来拜托。只要来一个服务案件，小至吼，迄、那个社会处的这个补助一万两万，嘛拢爱去甲高层拜托。拜托大家议员哦，活到倒来，不管是预算还是决算，每一项、每一处事、每一科事，拢来甲咱拜托吼，啊，无咱拢卖要过。拜托大家议员配合，谢谢。去年年底核定通过的许多工程，至今年中仍未动工，让议员王彩云深表不满。他指出，仁爱乡五界疏浚工程道路品质欠佳，要求相关单位要尽速改善。这问题足严重的嘞。这个我们要。今年都了要再来做，今年都当然你的咨询你真尼低啊！啊，干安尼，互恁医生要创啥？医生，真的嘞，这做好不了。何况是今年都国外的配合看核定的了，到今嘛，今嘛几个月了，现在五月了，安尼竟然拢还袂做，我感觉足奇怪啊，我嘛足怀疑的啊。过来，处长，咱伫迄个仁爱乡的无界法治村的疏浚。疏浚这条路，你答应我，啊、哦，你甲停，发生这么多的代志，你甲停了是安怎？刷石车要足多，刷石车的速度嘛要真紧，这路面嘛还未完成啊！啊，你讲结束啊？你讲结束以后，这条路要安怎走？你到底有没有在做？你迄个修复吼，拢用补的，你知影路一个好路，搁坎坎坷坷，你看这百姓。我无奈，桥都歹，不是你设计。再拜托简处长吼，体恤阮所有的百姓，毋是像有个人咯，像咱开车阁无啥物感觉，迄桥都歹，装卡人桥都歹，这是危险。再拜托你啦吼。过去本县境内的工程执行率高达九成，如今却只剩下3%。议员赖燕雪感叹今非昔比，他呼吁县府要多加关心民众，带动南投持续发展。再去听规灾，我感觉是非常的悲哀。在八年前刚就任议员的同时，我们李县长的执行率是90%以上了，怎么现在变成我们执行率只剩到3%？那个团队是到底处理问题处理到？我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这几年来，本身嘛感受非常的深吼。管政府哩做代志的时候，因人设事真严重，完全漠视民意。今仔日伫这里发言的所有每一个民意代表，后边拢代表一大片的民意。为什么咱管政府的团队用这样漠视民意？这每一分钱啊，你是领百姓的血汗钱、纳税金的钱，你是每一个民怨的这个保姆呢？说民意代表把恁建议的代志三拖四拖。足简单的啊，建议的案件，承办人员拢甲我讲，有签讲这個，因为毋是公益性的啊，啊谁签的？高层啊，啊是无民意基础的吼，毋知民间疾苦。当然啦，袂用因为少数吼，破坏了整锅米啦。我相信讲团队内底真优秀的嘛真多，真认真真拍拼嘛真多。伊望讲南投县已经是一个边缘的县市。机会这么少啊，那应该是好好发挥，照顾国民才对啊！我希望讲，每一个民意代表建议的吼，每一个科长、处长一定要放在心内，该当作家己的代志去处理，唔才对。公务处成为众矢之的，议员吴国昌认为相当合理。他以埔里镇道路迟迟未划设标线为例，指出公务处行政效率欠佳，要求相关单位要重新审核工程案。啊，公务处在去的当中哦，受到责备的最多。那么有时啊咧，我感觉嘛真公道啦，你咧执行率确实歹。哦，甚至去年已经准的案件，到年底人工要办保留，办保留办到即嘛，已经仍然即嘛几月份啦。到甲即嘛，阿哥阿未发包，哦，阿哥阿未完成，到底恁即款的行政效率是要如何？更加夸张的咧，啊，交通科，竟然阮保里有几个里长啊，来甲分析来投诉，伫几个月前啊，就公所有专门起来给恁，就是讲咱的道路若空了爱画线，哦，爱画线，来要求恁来回动回勘，竟然等三个月啊，无下无落。完全到即马哩，拢都没有下文，所以我甲公所讲，恁若再甲处理讲，伊是阮的上级单位，
所以你到底交通科李科长，你来个怎嘛？我并不觉得你有做啥物工课。所以我到底你查这件代志无？你有看到咱玻璃电工所转起来文无？咱无咱交通科怎么做啦？你把这个件嘛移来有道路养护科啊，啊无怎么交通科有啥物代志要做？你甲调查我玻璃公所还是玻璃遐公里有转起来门，为着要画路线，为的是老百姓申请头前吼啊，不爱让停车，因为迄路易，我要画顺顶顶，拢总到底有规例规件哦，你爱查清楚，唔是干那你讲这件尔啦。好雨季节到来，使原乡道路多处毁坏，其中头89线例行产业道路逢灾必断。议员陈国雄指出，近来恰逢采茶季节，希望相关单位要尽速抢修。昨天下午又下了一场大雨，我们头89线有四个地方是常常一下雨，下一点雨就会垮掉的，一个是4K 跟7K 前段的，后半段的37、39。你现在了解不了解？到底现在已经12点了，今天一整天都没有下雨，你的怪蛇动了没有？如果按照你的合约书的话，你住进在里面的话，早上就要动工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有没有动？晓不晓得？你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天气好应该动了，它只要雨一停的话，我们都一般都。你现在听到的资讯是谁告诉你的？今天现在谁告诉你的？我现在告诉你好不好？你只有7K、4K 跟 7K 在动，39、38、39那两个地方根本到现在连动都还没有动呢。如果按照你们跟开口企业厂商的企业的内容来讲，你的重机械在那里的话，你早上就要动了，你根本都还没有在动。这个案子，我们五月初有一次我亲自打电话告诉你，已经到11点了。为什么37、38K 那条路都还没有办法去抢通？处长，我今天告诉你了，现在这个月是刚好是在采茶叶的地方。你有没有看到媒体？你有没有看到 AB 部落再怎么去传？他背的茶青啊，过着那个没有路通的，用人力去搬运，是相当非常危险的事情呢。万一发生人命关天，你愿意负责吗？公务处除自力进行工程，也与各乡镇市公所结合，以增加营建效率。然则议员陈昭玉认为，交给各公所的工程，县府应该要积极追踪。他呼吁检讨现行方式。所以刚刚我们有先进提到，有关于我们给公所的土木科那个科长，是不是？恁有足侪拢有公所去办嘛？啊，恁到底有在追踪？分析重点就是什么？交予公所，恁赶快恁买。去堆中啦，要把那个效果做出来啦，对不对？现在已经当时了，你看汛期雨水又来了，你现在不要一个事情没在那解决，还要引起更大的一个灾害，如果这样争取那么多钱过去，你看都功亏一篑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这一点要赶快积极去进行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二个我请教你，去年在议会的时候上个会期，我嘛要求讲，有关你开口契约的，你有甲分析答应讲，你着重新检讨嘛，要甲伊效率提高嘛。啊，恁目前安尼有改善无？我看像顶工内底人来啊，同款安尼发生迄个灾害愈来放来，结果人个地嘛是同款无法度运出来啊。我看咧陈国雄议员甲你讲嘛，安尼讲甲安尼气大大。头131线是进入鹿谷、溪头等地方唯一的道路，其中一公里的道路拓宽问题十余年来皆无法解决。议员康志和深表不满。131线，啊是啊，咱各大位置拢行主线，今仔这个原因吼，会挤车的原因，就是主线其他的这个部分，咱县政府拢无负担的责任来关心、来极力、来争取、来做。所以讲，地形讲，今仔日鹿谷乡的车辆，各大也无法度改善。啊，无法度改善的话，是安那？这个严重性影响着百姓的是，咱所有来鹿谷，也是鹿谷地区的民众。那到拜六礼拜，到固定假日的时，艰苦白听的，要去病院的，去护车，干那要走去到秀传就近的病院。都爱半点钟以上，这会当讲是对地方的百姓吼真正不利的啦。我曾经嘛伫咱这个
议事厅嘛建议过啊，但是各单也无法度来做一个解决吼。一山一线，一山一线会使讲，伫我做代表各单，搁做议三届议员啊，三届议员各单也无法度解决一个一公里尔，也无得来解决。阮遮议员吼，甚至议长也好，阮咧区诶，去甲粗溪，去甲清水，去甲水田，互遐百姓甲阮注意是啥？一起落尔，十几年。乡长有三四任啊，各大要不在做，这问题出在哪？南投境内多山，因此道路的建设与完善对居民而言更显重要。然则一山一线迟迟无法施工，也让议员许树霞深感心痛，质疑工程款是否挪作他用。做下嘛，刚刚非常的心痛吼，因为大家知影讲，咱南投县是一个山城吼，所以往往真济个工课，真正是跟咱的公务建筑吼，真正是建设方面非常的密切。所以你家就刚刚讲，我们的一些啊，像我们的建议款啊，我们拜托你在看一挂工程，而且是讲后续的这些。啊，工程的设置上，其实是延宕了非常久，所以地主工大家对我们议员的一个信赖度跟我们的一个用心度哈，民众现在也感到非常怀疑，甚至讲话讲，哎、欸，你这个议会是跟咱管政府大家关系是哪会跟咱这样卖掉哈？所以你家我都被举告讲，我们的公务处，我们的处长哈，因为刚刚讲就在那里抗议，有延续到讲到我们的那个一三一线拓宽这问题啊，地家本身嘛，真正家己做长议员会一个肯定哈，你不管讲对，因为这个说明会，或者是讲啊各项的一个说明会，弄起来很牛嘛，全程参加。不过我刚刚讲这一三一线，从之前的一个拓宽，现在重新来跟咱这个啊，出江国小家，只在短短才一公里哈，为什么到现在真的是也还没有办法说，像也在那个议员跟议员说讲哎，没有在一个今年内你肯定的一个确定的一个答案，也当来做一个施设哈。底电会被啊，像你睡眠工，我们针对我们民间的一些耳语，有在讲的讲，为什么这段区区一公里这个时候在不要来做一个拓宽的工程，就是咱国环护这边哈，把我们的一个青秀桥的一个剩余款铁器人高架桥那边来做一个施设，所以地主工那边的那个啊经费这一公里我都来实现，就是因为管护噶这个青秀桥的钱。赶去就小半天高架桥来做，是不是有这种代志发生？好雨季节到来，日前的强降雨淹出本县排水系统的问题。议员宋华林表示，相关单位应立即改善，保障居民的生命财产。最近这几天呢，看到我们大雨一直下不停的哈，所以就很多的公共工程呢一直出现问题哈，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排水沟，包括我们的坡坎，那么都造成我们的居民呢。非常的惊吓，是安怎？水沟的水都灌到家里面去了，那么很多的道路呢都变成淹水区。那么在这边呢，我们的住户会怀疑说，哎，住在这边到底是不是安全呢、啊？那么一下雨，雨大一点，哦，雨水就进到我们屋子。所以我在想说，那个排水沟的工程、下水道的工程，甚至区域排水的工程，我们是不是有在有系统的清理、有系统的检查？所以哈、哦，其实处长你都知道原因了。但是我们知道原因了，我们在讲我们有没有去执行、啊、所谓的去执行就是刚才你讲说是没有设边沟的问题，所以赶快做水沟啊。但是呢，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。另外一个呢，你在讲区域排水的问题，我跟处长说明一下哈，我们是尤其是中心地区，上次的时候台风天淹水，淹到是整个内陆区全部都淹水，那到底问题是在哪里？小溪桥过来全部都是淹水，问题在哪里？所以我们要整个来弄，你知道，尤其现在很多的建商都在那边开发，开发完了以后呢，把水沟呢随便摆，排水系统随便摆，一下摆前一下摆后，摆到最后的时候就阻塞啊，就不通啊，你不通那就淹水嘛。所以这个部分也包括建管的部分，我也希望大家一起来配合、哦、我们剔除剔下水金，结果呢他要怎么都验收完了，他拍拍屁股建商走路了，结果呢我们剩下的这些问题全部要当地的居民来承受，要我们的所有的里民来承受，那干我公呗。为改善八卦山区茶园的干旱，因此政府推行旱灌计划，以改善缺水问题。然则至今无法发挥作用。议员尤宏达感到不满，他认为可与民间共同合作。旱灌计划自头创到今卖，农民、阮的地农、甲阮山顶遮的啊乡亲拢也未去使用到这个啊应该应用的水吼。自开始八九亿，对价到十一亿、十二三亿，到最后还未用到水。这实在是真正浪费公帑的，这将咱国家的资源吼，啊运用伫遮，实在有影足普通的啦吼。所以讲，咱要让农民用到啊合理，啊搁使方便便利的这灌溉吼。迄阵啊，我嘛捌甲恁建议过，我想咱曾处长伊就较了解吼。因为咱民间乡啊，古有来就是有这个供线的迄个民营的，
迄阵咱若做这个碳管计划，做咱这个公家咧做的时阵，是毋是啊？该啊来跟因配合要求，着来跟因联营，啊是讲跟因收购。自早人嘛提出讲，因收购的这个计划线吼，五六月就做起来啊，将咱因的民营的这个管线甲承接起来。等这个了，一定会伫阮大平岗地区这农民所有产出的园哦，灌溉拢总会丢。那么恁即摆开到八九亿，增加到十二三亿，农民还阁用袂丢，这到底是啥物情形呢？处长哦，我相信这你较了解啦吼。所以讲这点，我希望讲你若阁用心吼，卖阁奉承咱庄科长讲，阁来争取经费，争取经费来拢无效啦，来你阁加开嘛是阁提袂到水啦。你就讲请水一群，我去了解了，恁群做好，水有去哩。啊，我都要放在个农民嘛，是要建去提烟厂去打消，钱开遐济落去了，水又搞不着，光线有诶，咱无法度建制，是毋是？咱来协调遐民营诶吼，遐有一寡民营遐，恁就该要求来开会，重视一下，开专案小会议，专案小组为着这农民用水诶这需求。为了带来更好的环境，因此政府在草屯是做污水下水道，却也带来交通的黑暗。议员简景贤呼吁加快工程进度，缩短居民的生活不便。即摆草屯啊，用讲是啊，咱的交通哦黑暗区，咱的污水下水道吼、哦、系统已经车祸足一遍的，哦，已经足多车祸的，啊，甚至咧。足侪是你讲你的基地，你的基地吼、哦，出来刷石粉，拢总的是哦，和这下桥倒摆哦，定累残啊。啊，这个吼、哦，是不是你要要求讲，因这个所有出来管线、出来道路的时阵，爱维持啊，和伊这个道路吼、哦、整洁。尤其即摆又个雨水期，我定都接到。甚至暗时，我家己还阁报警。哦，你来看，整个包括太平路、包括草溪路，规个，你有甚物应应的时候，有法进度较紧的无？我想讲的就是说，你影响居民交通的这个时间要偌久？应该是要到后年去，后年靠我们后年啊，你规个草屯都拢予你，安尼后年唔得105年了。105年，你即摆真安尼拄好足足多车死你吧，我安尼真正超多人真可怜呢，你好好研究啦吼。本县环境多山，在台风豪雨季节，经常造成土石流。为此，议员陈汉立要求建立简易监测系统，以保障居民安全。他希望县府要立即处理，避免憾事发生。那我也讲过，就是说，我一直要求你去。跟这个土石流的这个简易的监测系统，你说这个也包含在防灾计划里面，哦，然后你也跟他说，你也跟我讲说你要依法办理，没关系，你请坐，我请教我们处长哈、哦，为什么我们县政府没有权力哈、哦、来，我们应该有义务来保护人民的财产跟性命，哦，那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山坡地的开发者来提这个计划以后，我们才有办法来请他来装这样子的一个监测系统？哦，我是今日无时间放影片予你看，迄是来足恐怖的，就伫恁兜的后边，哦，迄山脚个对面两层楼高哦，以前是甲后边是平，一样平坦的哦，我没有，你现在有没有一个很快的措施，在这个梅雨季节的时候来做改善呢？你看到遐影片，你会惊死啊！哦，所以我讲，咱管教干部都有权利来做立即性的改善，一定要等个出大事的时阵。当他们提防灾计划的时候，我觉得这这不合理了。哦，我看到你看到那些影片，你会吓死。我是说，你该做的、该检疫的这些监测系统，拜托你去做一下，好不好？头一三九线有一段道路十分平坦宽敞，限速却仅有50公里，造成许多居民受罚。在会勘后，资料未送给警方，使速线无法放宽。议员廖宜贤要求改善，就是讲有关咱这个一三九线，因为迄路足直嘞，啊嘛足宽，啊当初咱个有提议讲，迄路吼爱过来提高初速，就是讲提悬十万嘞吼，本来50，爱变60啦吼。啊，经过咱侦查局、甲咱公务处吼、哦，有来约到咱所有地方的人员哦出席，啊，来遐会勘啊，咱这公务处这个会勘人员哦，爱将这个会勘的记录吼、哦，报去予咱迄个侦查局啦吼、哦，啊，侦查局就是讲
伫这个十二月二十六日吼，啊，要来召开道路交通安全哦临时会议的议程检讨会啊吼。结果阮遐足侪代表主席拢在甲我们讲议员，咱迄日起啊会讲，讲要提高时速的，但结果如何啊？安怎安尼？是毋是有会获迄个消息？我昨下敲电话去警察局讲，啊，恁安尼开会了，结果检讨会开了，是毋是会当提高啦？结果伊甲我讲。啊，公务处拢无共送去这个叫做警察局。啊，警察局结果因就要开这个道路安全人事会议汇报的时阵，无资料，当然无提。啊，我是讲处长，听到这款的吃头路是爱为了为民服务哦，啊，尊重民意。啊，民意既然去遐会勘做甲安尼了后吼，啊，咱拢无什么消息共提供伫警察局，是迄边去迄方面去，并无材料表无。不再了，讲会议讲要来决定提高啊，无提高啊呢？为了限制山坡地开发，中央政府课征利用回馈金，本县境内多山课征情形不佳，遭到监察院的纠正。议员谢明蒙认为此为恶法，要求县府要全力照顾居民。监察院不敢打老虎，啊，得去欺凌这些老百姓。监察院监管我们的山坡地。这个山坡地开发利用回馈金的这个办法，好像中央已经公告很久，但是很多县市没有依照中央的法令在执行。啊，现在好像又有的县市公告之后，他又废除这个办法。我们南投县能不能比照其他县市这样子有气魄、这么关心县民的做法，办得到吗？这个是恶法的，就是把。老百姓赔的这个法令呢，别的县市可以不执行，我们这边你有没有这个气魄？啊，那你敢来用这个办法，别来限制咱的老百姓，敢来去300坪左右，都要交30几万的回馈金，这个老百姓抽回，你知不知？哦，所以你回去好好研究上面的恶法，别的县市可以不执行，我们南投县一定要回执行不可吗？我听说有一个县份已经执行了后，为百姓反映嘛，无适合嘛，哦，无符合这个实际嘛，这个老百姓不回抽回嘛。好吧，那个人事长，那个别的县市可以，我们就可以吧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这个问题你好好研究，我们总事长再来探讨。议员们的不满聚焦于公务处执行效率欠佳。议员陈淑慧认为，县府人事频繁调动与议会互动不佳所导致。他建议县府要加强沟通与联系。拜听真侪位议员同仁呢，哦，对着咱透早这个质询，唯一大家的心声就是我们县政府的执行力，我们的效率。所以呢，我都要讲一讲吼，我注意甲伊看，真诶啦，莫怪好鲁拜啦，因为吼。咱的调动太频繁，咱的用人啊嘛是真伤啦吼，包括真侪位根本都唔捌，像我一直熟悉就是咱建筑管理科陈瑞兴科长啊，我为80年伫咱管建府伫出入的时阵，伊就是伫这个位置。我们水利科的专科长，水利的专家，过来对外口人脉，拢有法度去讨经费，所以伫遮我来建议。包括真侪位，我真诶都无熟悉，所以我建议啊吼，你因为我是属第一心造小组诶啦，啊恁在第三心造小组吼，嘛真现实啦，啊毋捌来讲厝惊大啦，吼、哦，我毋是讲叫你一定爱来啦，像你们有调动的话，一通礼貌性的电话嘛，所以我在这里建议每一位府内的调动也是一样啊，打个电话礼貌性的说，欸，我现在已经从哪一科调到哪一科。或者新来的打个电话，他说啊，我就新来报道的，哦，哪一科的科长？我想我这样的要求有道理吧？包罗万象的县政，攸关南投发展，更与县民的福祉密不可分。为应对不同的专业，并提升问政品质，议员们分成4个审查会，以持续监督县政推动，严格把关发展情况，并带给县民更幸福美好的生活。民意新闻小组专题采访报道。